今天呢，给一个朋友淘一件清蒸汽的窦景佑的青花加白的100件的一个瓶子，跟老板呢价格已经谈好了，但是这个朋友要求比较高，必须得是全美品，一点毛病都没有，我得好好检查检查。哎，进去看看去。那个瓶子，这个瓶口，一点毛病没有。这地方不是毛病啊，做这个摊里带的，里面也没有什么毛病。瓶身，花片，麒麟王宝嘛。这瓶身这地方有一个。这地方属于开片，有一道。完事这地方属于什么？精油啊，这地方没有精油。这道。你这里边全没头，全是自然开。老板说，这地方属于自然开片。他底下。底下也没有任何毛病，这玩意儿要求太高了。就这么两个问题，如果这两个问题还要是能接受，你要是能接受就拿着。你得一万多呗。一对前镜彩的，这叫什么瓶？什么器型？这个叫尺是吗？尺啊、就是瓶嘛，前镜彩的，前镜彩的东西，完整全品呢。古砚不容流素墨，清平随意插新花。甲辰知秋月，周游松。甲辰年查了一下，是1904年，光绪30年，光�绪在位34年，这是一对儿的，后面的诗文是一样的，一对儿对应的，老头和小孩都对应，大约25-26公分那样吧，一对儿特别完整的。我玩这玩意儿，一个麒麟送子的水仙盆，我买过一个，发过一个视频，买过一个麒麟送子的爆花缸，这个花瓶是这一件的，你看，这后面有那个一路连升三级，对不？连升三级全是好的寓意，这面是麒麟送子，麒麟送子前面有那个。有明罗开道的，后面有打轮罗闪开的，后面抱个小孩，做个麒麟，里头还是这个麒麟送子的画片，特别完整。这是同治本年的，是吧？是不同治本年的？这是底书，全没品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6500。我操，够贵的了。全品呢？价格没有。全品，这是民窑精品。这什么帽筒呢？坏了。就坏了。美人心事与焦桐啊。帽筒。方六如之法。这是大花鼓呗，是吧？大花鼓，崇祯的。完整，这是上拍的东西，上拍底价就80万，准备上哪个拍卖呀？保利，哎呦，保利过年春拍啊、哦，大拍呀，那是。咱东西都是大拍。哎呦我操，这家伙。咱买也搁大拍买，咱价格咱全买。常年号牌9426。哎呦我操，厉害。看看买不起，看看也行啊。哎呦，这是那看看这底儿，你看看看这底儿呀。这底儿，这叫什么底儿？这叫？这还真不知道这个。
反正特别光滑，肤质如婴儿肌肤啊，好东西。